一定要这样吗？逼得很爱玩东西。4月30日礼拜天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了，去桃园，高雄的桃园哦，要1个半小时，要2个小时，现在大概是9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大概应该是10点半或11点会到，天气也是非常好，山上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凉一点，今天好像比昨天又更热了，希望可以再凉一点。晃呀晃呀晃着就到了，2个多小时吧。这边空气果然蛮好的，只可惜我们今天在红土上面会有点可怕，因为都会沾的都是红土。你出最怕就是遇到红土。可以的。第二天的工作在桃园乡。你手突然废掉了。不是，最好笑是它挂在这里，然后拍的都是我们的胸部。广角应该还，他应该会画头吧？哦，是吗？广角应该还。Peter 在搬东西，他很努力的工作，要养小孩。这样在拍。哎、欸，难得哎，帮你拍工作的样子。谢谢啊。对啊，不然 Peter 平常都不上去的。为了拍影片。这个是我们的舞台，看大家正在辛勤的工作，大家正在。弄一幕，然后呢，这是天若光的板板。有彼得，我很认真在帮你做日记。大家，这是天母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舞台。看什么？拍什么拍？这是陈巨伦。你在拍什么？这个啊，彼得的日记。然后呢？是我在帮他拍啊！对不起，我骂你，我不是说骂翁宇鲁。在打练呐，在打练，在打练呐。我在抽烟呐。你们是亲戚吗？你们是同学啊？对啊。他也。这是什么？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，加加加！好的，又是一天彩排的结束啦。晚上应该蛮舒服的，因为这边在山上，然后不过风有点大就是了，所以晚上应该会蛮凉的。非常晕的状况在吃宵夜，他在玩手机。你不会晕车吗？我目前还好，对。这种状态好像有点难吃宵夜，很可怕。我们很贴心，然后等下山再吃。下山有可能就睡着，要2个小时。超晕，下山2个小时，太夸张，太可怕了。我老了，应该要退休了。